我们接着往下面收拾一下情绪，看看下面的词啊。Fragment 讲过，只要有 fra 叫碎，所以 fragment 叫碎片、分裂、分化，很简单啊，不赘述。形近词 fragmented 成碎片的、分裂的、不完整的，很好理解。fra 这个词根不再赘述，就叫破裂啊。好，继续词组 a fraction of， 你看 frag 破裂叫一小部分。当然这个部分不用讲了，就等于 some or many， 因为 a 加名词加 of 或者名词复数 of 都一样。Hook， 钩，本来叫鱼钩 ，hook 叫钩住，钩住啊，咱还有钩拳 ，hook 钩嘛，反正。那么还有两些钩，一个叫 lure， 叫诱饵 ，lure 钩引、诱饵，动词、名词都可以。还有一个 bait， 诱饵、鱼饵，做动词也可以叫钩住，都可以叫做啊鱼钩 ，bait、lure、hook 都可以。好，继续 lobby， 不担心它的意思叫门廊、大厅、休息室。我担心各位不记得这个意思，叫游说团体 lobby， 经常考这个游说。很好理解，大厅嘛，你去任何银行还是任何地方，哪怕捏脚洗脚的地方，大厅里永远有一帮人在干嘛？大厅里永远有一帮人在干嘛？在干嘛？在游说你吧 ，lobby， 对吧？办你办卡不？充2000送400，对吧 ？lobby 叫游说，动词叫游说说客，所以 lobby 经常叫游说啊，说客叫 lobbyist， 记下来，说客叫 lobbyist，lobby 叫游说 ，lobby 也可以直接叫游说团体都可以的，记住这个关键的意思，其他就是大厅，就考这两个意思。Merit 讲过叫优点、价值、优点啊。Merit 做动词叫值得、应该得到什么东西。Merit 有点像 you deserve this， 有感觉吧 ？Deserve 有点接近 deserve 啊。You deserve this 应得，只不过这个词考试都考优点，它的反义叫 demerit 缺点。写下来啊。那么前面我讲过一个词叫精英主义，有印象吧 ？Meritocracy 只要有那个 tocracy 叫高高在上 ，cracy。我真的不在乎你认不认识这个词，我只在乎你能不能想起这个后缀，形容词后缀叫 critic， 对不对 ？meritocracy 精英主义 ，meritocratic 精英社会的、精英主义的，对吧 ？merit 建功立业嘛，优点、价值，你要有这样的社会精英品质。好，继续往下 ，penalty 叫处罚、惩罚，简单 ，penal 啊，同义词 ，punishment 来自于动词 punish 惩罚。简单词不说了，过，继续 sweep 席卷，本来是扫的意思，横扫 sweep 扫的意思啊，注意一下。那么这个词稍微我提一提，有个部分叫 weep， 记下来 ，weep 叫抽泣，轻轻的哭，跟 cry 不一样 ，cry 是、weep 叫 weep 啊 ，sweep 叫扫横扫，它的过去式过去分词叫 swept， 提醒一下，不是 sweep 加 ed 啊，来 trivial。琐碎的、无足轻重的啊，很好记这个字。tree 代表三 ，vi 代表六，对吧？三姑六婆在一块聊什么啊？你家是那个葫芦娃？对啊，我家是那个小金刚，对吧 ？trivial 琐碎的、无足轻重的名词叫 triviality， 这种词的重音都是这么的 ，triviality 往后跑，琐事啊，无足轻重的事，它的反义词恰恰是 vi 开头的，有活力的，对吧？叫 vital， 这个叫重要的 vital。好，继续 item。讲了多少次这个词都不想讲了，很难讲明白。它的意思叫条款、项目，这是它最主要的意思啊。一件一件的条款，包括你过关的时候查理的那些条目，都可以叫 item， 特别接近一个词叫 article， 对吧？比如说它的短语更重要 ，be an item， 口语表达叫成为一个项目、成为一个条款，两个人缔结了一种关系，就这个意思。所以反而叫确立恋爱关系，叫 be an item， we are an item， 我们是一套产品。我们俩确立了恋爱关系叫 be an item。 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有个词也可以叫项目、货物、物品叫 article， 一般做复数，也是在过海关的时候 customs 海关怎么说都知道，有个词叫惯例、习惯叫 custom， 复数的时候 customs 可以有一个意思叫海关，注意啊 customs 过关也是查理的货物、物品叫 articles， 而 item 叫条款、项目，有点小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法律文件上的一些条款都可以叫 item 啊，记住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disgrace， 大家看这个词叫丢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有个 grace 名词，它叫优雅 graceful 形容词，优雅的。那 disgraceful 不优雅的，丢人的啊，因为 grace 本来就叫优雅。还有一个形容词叫 gracious， 就叫做有亲和力的。你看 gracious 有亲和力的 gracious， grace 就是优雅的意思，跟那个 elegant 有点接近。Disgrace 就丢人了，不优雅，很丢人。一讲到这个词，我马上就会想到
老师跟你们讲的，却从来没有带你们学过的啊。这个单元既然提到了伟大的 Michael Jackson， 提到了 Madonna， 我们必须向音乐继续致敬了。有首歌叫 We Will Rock You， 大家都知道伟哥很喜欢唱这首歌，在很多演讲现场我也会带大家找找英语当中的连读现象等等，都可以从里面找到。最早这个歌版本来自于 Queen 这个伟大的乐队，后来有一个团体叫 Five 把它进行了非常炫的改编，前面加了段 rap， 你们可以听听 Five 的版本，里面每个和音每个细节都非常的精彩。伟哥今天想尝试带你们看看英语到底怎么读啊、哦！你看前面一段 rap 也很励志啊， We are causing another devastation， 你看 devastation devil 叫恶魔，还记得吧， devastation 叫破坏， another 在这里没有意思，骂人叫 you nuts， 你这个白痴， another 有点像那个 hell 的作用，加深程度的，我们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力。 When we step into the place， 当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And better believe that， 你最好相信， That you can see， 你能够看到， We're gonna rock and never stop， 我们会摇滚起来也不会停下来。 And here we go again， 来我们来一次， 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Hit you， hit the floor， 对吧， hit the floor， 动起来， Hit the road， 到马路上去踢路，叫扑街啊，不是Hit the road， 动起来，就这个意思，行动起来。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flow 叫流动，你可以说用旋律，这里的 flow 可以理解成律动，旋律。我们要用旋律把你给嗨起来 ，hit you， 冲击你 ，hit。Kick it up， 叫用脚踢起来。The second time， 第二次踢 ，around， 来再踢一次 ，around。We are bringing it on again， 我们会再来一次 ，shout it out。你看叫出来，你看好多连读。We're causing another devastation。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step in, 你看 step into the place, 它直接连读，竟然连啊！你看辅音元音拼在一块 ，step into the place. 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and better believe you, 你看 better believe that you, 它都是连 ，better believe that you can see, 所以 better believe that you can see, we gonna rock, never stop. 这个 and 几乎都不读，就读一个音 ，and， 所以以后听歌慢慢就会听了。We gonna rock, never stop, but here we go again. 你看 here.The ear, dear, H 不发音。Here we go again, 你看 ，Here we go again, 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kick it up, 不要 ，kick it up, 你看连读 kick it up the second time around, 你看 time around, 你看 mud round 又连起来了。We are breathing on, breathing on, 你看 breathing on again, so breathing on again, shout it out, 你看 shout it out, 叫出来。所以第一段叫可以慢慢练来。We causing not a devastation 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Better believe what you can see. We gonna rock, never stop. But here we go again. 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Kick it up a second time around and bring it on again. Shut it up. 慢慢练，感觉一下这种连读，你可以再快一点，慢慢的练，对吧？ We causing not a devastation 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Better believe what you can see. We gonna rock, never stop. But here we go again. 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Kick it up a second time around and bring it on again. Shut it up.我去，半夜三更都快没气了啊！好，来了一段，紧接着第二段，你看，歌词就特别励志。Buddy, you're a boy, make a big noise. 你是一个男孩，来点噪音。Play in the streets, 在街上玩耍。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总会长大成一个男人。You got a mud on your face, 你脸上沾着泥巴。You big disgrace, 你仿佛丢了很大的人。Kicking your can 什么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这句话很难理解。你要 rap， 你去看 rap， 好多语法错误。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你动起来，你可以颠覆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啊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所以他当时这一段，你看两个连在一起，他就特别有那个气势。We causing not a devastation 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Better believe what you can see. We gonna rock, never stop. But here we go again. Hit you with the flow again. Kick it up second time around and bring it on again. Shut it up. 紧接着后面 But you boys make a big noise play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Got a blood on your face. Your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就这样 We will fuck you. 然后第二段你看也有这样的 But you a young man, hard man 你看 Shout it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你在街上叫喊总有一天会站到世界的巅峰 Take on the world 你总有一天会主宰你自己的世界 You got a blood on your face 脸上有泥巴 You're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在这个地方摇动你的旗帜 Banner 你看旗帜飞扬也就是你要
喊出你的格局。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singing,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所以大家看现在这样的一些东西你都会要，你看连起来。But you a young man, hard man, shouting in the street, gonna take on the world someday. 你看 You got a bloo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with your bad all over the place. 你看都是连读 all over the place. 找到这种感觉啊，所以可以很开心，就完全可以不用学得那么苦逼啊，一个人在家里 we will fuck you. 下次有人在你前面唱歌装逼We will rock you. 通常这种人就会这一句，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你把手插在后面，很装逼的。We cause in the devastation when we step to the place, better believe you can see. 一般人会得，哎，妖孽。好，练起来吧啊，找到感觉，不用那么苦逼，加油。